我看一下药草是什么。药草，都成哦。没有比较多，预测的一样。六个除虫草，啊，好废哦。哦，药草，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中它。可是它还是有好东西。1000块换这些，超不划算的吗？蔬菜、欸。还是他之后还会有比较好的药草。哦，不要种药草了，除非有人偷攻略说了什么好东西。